众所周知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不能拥有军队，但是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卫队。近年来，日本自卫队很难招募新兵，尤其是愿意参军的日本妇女越来越少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在近代初期，有许多妇女从事各种工作，其中包括军队中的各种工作，医疗兵是最常见的。除此此外，他们也出现在通讯、后勤和特工中，但是真正上战场参加实战的人是非常少的。一方面，男女在勇气和力量上有先天的差距，另一方面就是体检的要求十分严格，并且军事实践太难，